不是什么？这是救护车的声音。救护车是嗡啦嗡啦。你屁！威武威武威武。那也是威武威武。咋了？我刚刚不是威武威武吗？你刚刚是逼补逼补。你听错了，不可能！我这从小记到大。威武威武威武。这是救护车的声音。我讲真的，上次我阴差阳错在广州住的那个温泉酒店，300多块钱，那个汤贼好，真的。然后自己就是个老鳖的那种，老鳖。那不是他有什么当归池、红枣池，我就觉得自己是个鳖。你哥哥说别捅我，别捏我，痛，忍着剧痛。你昨天痛死了呀！你不要大呼呼自痛。昨天这个时候就已经啊这样子了。今天就啥事儿没有，我忍着剧痛，今天我学会了忍耐。今天学会了死。你没有，我没有。啊，你鼻子抵到我，你变长了，你变长了鼻子。我没有。你姓皮。滚。皮老长。你别学郭老师。你手怎么这么湿？你干嘛呢？你再凶一下，我跟你说，我吃完不吃你啊。对不起。你为什么笑得像猪一样？因为你是变身的一天。变身的一天，你要甜美可人，你要关心我。克服懒惰。你要关，你那再说，你要关心我。逐渐成长为一个工具人。哪有？你哭得有点夸张了。猪都不带这么哭的，咱们去买水果吧。超市呗。不去超市，超市卖的水果老是坏。老是坏是你每次都买那么多啊？买，你每次看啊，哎呦便宜啊，要买呀、啊，要买那个，买这个。我觉得地铁口的那个卖水果的比较好，因为那个卖的贵一点，你买的少。那你为什么不带我买贵的，你带我去超市买便宜的？嗯？你什么意思 ？OK， 我知道了。我懂你的意思了。超市好多都是临期的，所以他比如说买多买一点能打折。你看到那里买一点点。那你为什么要我去超市买？你一开始不是说让我去超市买吗？咱们这次去超市买吧，这是你的原话。所以我说我要去地铁口买，你说不好。我懵了，我靠！哦，我的意思是，超市。物美价廉，但是你只要克制住你那个一到超市看见价格比较便宜就瞎逼买的那个心态就可以了。对，我原来是这个意思，被你给绕了。你在说我傻？哦哇哇哇！哇，这个香薰用完了，早就没了，还是有一点点的，都没，那一点点是那个杆子的味道，没有，底下还有一点点液体，你自己看。放你的屁屁，哦哦哦哦，放你的屁屁，哦哦哦哦。Waiting on the captain at the airport。我们学猫叫，一起来喵喵喵，在一起喵喵喵，不是一起来喵喵喵，一起喵喵喵，在一起喵喵喵。怎么了？咋了？还跟教练说，哎呀，我每天都可老实，他老是说话，他妈跟老师打小报告一样。你本来他老是说话，你本来就是老是跟我说话，不让我睡觉。我是一个耽误你睡觉的说话机。哎呦，被踹了一下。水果传送一下，储存卡，电池，快点。我这是一头牛啊！我不是也给你传送东西了吗？拿什么？我忘了，你就会欺负我脑子不好。我这招天天就来出轨。你想出轨，快点出吧！啊，别天天叨叨叨叨叨叨的。干嘛？干嘛？对我发动攻击啊？放屁啊！没有。你这眼神怎么回事？透露着狡诈。能看到我眼神？啊？干嘛？闭起来了。啊，双手逼的，我真的看到。我跟你说，我夜视特别好，你不信？干嘛瞪我？谁瞪你了？你干嘛瞪我呀？你别瞪我。看谁眼白的？
我也你瞪起来像那个关公一样。你这是不是在侮辱他？会吓人的。我又想起来那个《放晴天》里面那个，有一集烧焦的尸体用黑人找的黑人留学生往他棺材里面躺。真的吗？真的，演烧焦的尸体，他妈太搞笑了！你看，哈哈哈哈哈！我想喝水。我腿断了，腿折了，我手也断了，是啊。你想不想喝？你这里面居然暗藏了两层博弈。如果我说我想喝水，那么你下一句一定是，那你下去拿水。如果我说我不想喝水，那么你下去拿完之后就一定不会给我拿水上来。那你想不想喝吗？我不想喝。你确定哈？对，这是最优解。哎呦，热死我了！你快点下去拿水吧。你确定不喝哈 ？OK。但凡是爱我的人，他一定会非常贴心的，悄悄的把水拿上来，放在楼上，以备不时之需。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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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要睡觉，睡觉了。别唱了。你学的不像。你学。我不学。你学，你会吗？我不会。你只会模仿，一点都不会创新，根本就不会国言国语。琵琶泡泡汤。琵琶泡泡泡汤。要快，琵琶泡泡泡汤。哪有那么快？有。绝逼不可能。琵琶泡泡泡汤，泡泡汤肯定是很快的。睡觉。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你就知道当年这首歌那个他特别灵魂真言，还有那个却爱我的人他还没有他，我都不知道那个音是怎么发出来的，就他诺基亚喊诺基亚喊诺基亚呀。我靠，当年周渝民真的帅炸天，真的太帅了。我还记得在我小学的时候，在一个追星族姐姐那个家里看他们那个光碟，那个言承旭绑着一个头带，很酷炫的躺在舞台上，然后唱什么，我是骚动，我是汹涌的暴风。我怎么想着是周渝民很帅呢？周渝民很帅，但我就记得他们演唱会场景里面，我就记得言承旭坐在那个台阶上唱这个，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个追星族姐姐不停地把这段给我重复放了好多遍，影响我去其他家打那个小霸王。我小时候追的是飞轮海，我特别喜欢炎亚纶。炎亚纶现在也挺帅。是呀，他就是很帅。他们四个现在真的也都还挺帅的。这说明我当时的眼光真的很不错。啊，那你是说 F 四不行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被我抓到了哦。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被我抓到了哦。你这个人真的好杠哦。没有人说杠了，人家说机车了。哎呦，真是土鳖啊！土不拉几的一天，来西北。哎，你就觉得那个特别那个啊？什么？你不觉得那个很那个吗？觉得呀，就是很那个呀，可别那个。对呀、啊，你看这个眼影盘挺好看的。啊，好看好看！哇，这配色这粉质，哇！你看一眼，球球了吧？哇，亮瞎我的眼！他妈的！大家想想。嗯，哪？当然是背嘛。哪？你背那么大？啊，对不起，不该说你背大。我背大，我不愿意，我转了。我不知道。睡觉。我说咱俩该羡慕了。噔噔噔噔噔噔噔。